那声音还挺通透，有亮度是吧？一声娘叫的我心暖暖，如春，一声娘化解了心中怨恨，一声娘吹散了心头愁绪，心头愁绪。唱好，这句没带不成，对，这句没唱。他用的嗓音太多了，这个气息没有贯通。哦，丹田气根本没有用上。娘不离，反神呐、啊，他后边为啥唱那一句唱没唱好，是吧，红姐？对，缺点就在这儿，因为他一直、嗯、他脱不下来了。对，他把音在这儿，他就不会贯通。嗯嗯、宁静致远，我希望我能走得更远。吉轩飞彩霞呀，啊，眼睛亮了，对，原来那甩枪也是一道汤，是是是，现在有弱有强。满天细雪飞彩霞呀，一路春风赶回家。家公心急书啊，保家护房忙又转家，国内外市场都很大，正在等着咱开发，不是我李天成夸大话，这一张可以说咱稳打稳拿，心里装再上这棵摇钱树，咱年内吃我的饭。穷人娃，咱一路发发发呀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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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曼丽，非常年轻，是我们这队最年龄小的。大十三说。
哪儿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我不认识什么线了都。对啊，就是今年满里一尝完以后，好声音耳朵给改平了。还是不是包括吐字什么的，你都不够那个什么的。可多人都在说我，然后说我就是各种凉鞋啊，就是感觉越说我越紧张，就是怕到时候又唱不好。你刚快在，这个越外墙是最难听的，你可别跟我说话难听。我是希望你考一百遍，你给我练吧，你不给我练，我跟你说，你说危险啊。应该会当炮灰。非得把你这个亮相指号不容，咱们所有队员都是这样的，你们别笑，你们直接晋级晋级关系着我留不留在这里。我告诉你杨曼丽，你离开了以后我马上候补一个比你更好的，认输不认输？对，弃权不弃权？这两天我要看到你飞速的进步和成长。开始下一个。哎呀，我没有，我逗你呢，我没有说不要你。我就害怕他不要我，心里就很难受。就我这三天就是一直被打压，自信心就是很受挫，但是我也没办法，也没有退路，现在只能往前冲。我是韩鹏飞战队的杨曼丽，他们都怕我会拖后腿，我觉得我不会，我努力了，我不能认输，加油。对他说，对他讲，拜托他。